喂，大家好啊！又同大家讲下地产啊，隔咗好耐，好耐冇讲地产。咁咧，睇下三和个区啦，即系史家堡三和个区，即系窝顿个区，窝顿夹 Sir 拍个头。咁净系睇个一月份啦，一月有31号，咁啊一。即係今個月，舊上一個月1号至到31号，咁就有9宗交易。唔係啊，搞錯咗，睇下先啊，等我睇下9宗定幾多宗先。冇錯，係9宗交易。咁咧，賣得最平一間咧。即係間半獨立屋嚟嘅，都賣成108万啊！咁我睇下舊年同期，即係2013年、2023年嘅一月份，2023年，我而家電腦都可以。好啦，舊年同期啦，旺啲喎，有11宗交易喎。最平一間咧，半獨立屋咧，94万有交易啦喎，咁即係今年係貴咗，94万，今年係100零幾万，但係個量就細咗，今年我翻返嚟先啦。今年平到極咧，都108万，即係94，108減94，貴咗成12万啊！犀利喎，108減94。108減94，14万，然後除翻個基數，佢個基數係94万啊嘛，由94万一跳跳咗呢、这個，哇，升咗14% 喎，即係舊年有錢夾硬繼續去買啊，一年內升14%，14% 除翻12个月。即係平均一個月升一厘啊，每個月升1% 多啲。咁陣間睇埋紅寶石個區先。啊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